我早上煮玉米煮糊了，然后呢吓死个人了。这个是我们的早餐，跟晨晨俩一人一个黄瓜，一个玉米，然后拿了很多这种饼干，柚子不拿了，我们先走了，赶时间。这个阳台，今天是2024年10月31日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奶茶店，时间比较赶，先走了。我拿着吃的，用没有袋子，黄瓜、玉米包在里面的。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把玉米给煮糊了，家里差点报警。我已经发生这件事情发生了两次，就一次直接报警，所以晨晨去检查一下。我煮了东西他就会跑去检查一下。我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记性很差，对吧哈，老忘记事情太多了，然后呢调整一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主要有点生病的原因吧，对，刚好。然后脑子是糊的，是不是？手机拿了吗？走吧。晨晨的今日份穿搭，这是我的今日份穿搭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套一个白色的外套，我还挺喜欢我这个外搭的哈。就这样，因为还今天温度也不是，除了风大，哎呦，差点一。小心点在。今天除了风比较大一点点，温度不是高，对不对？对。怕等会儿回来的时候呢。对。这猫啊，好肥哦，猫啊，肥猫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就是这只猫。哦，好大呀。但是不冷是吧？过两天就冷了。啊。那全都是树。啊，还挺好看的。刚刚路上差点点就踩红灯，就差点过了。吓死人了。是啊。反正跟最近事情多了之后有点糊。脑子有点不那么清醒了。有时候是那样子。今天做错了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，煮玉米，结果呢把锅给烧了。啊。第二件事就是差一点点就闯红灯了。你看漫天飘的叶子还很浓吗？有的街道还很浓。啥？马上就到奶茶店那边了。衣服。对。这条道上永远都是一直开车开得很慢。Stay in the middle lane. 它这里面好像还有点新颜色，新式快捷哈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，不知道啊。修路，你看那亚洲人一看就是亚洲人，然后老外呢就穿的那种瑜伽裤，就那种打底的，绑得很紧。亚洲人呢穿的就比较韩系，对。然后呢，他们要么呢就上面穿个袄子，下面穿个短裤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也有时候不太理解，穿那种很紧的那种裤子，感觉像健美裤一样的，为什么会好多人都穿，对吧？学生穿呀。但是我没有看到谁穿那个很好看，很少。但是别人有些拍视频的那些人是吧哈，
she is on your left. Arrived. 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赶紧的冲啊！这样子就比较方便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再往后倒倒一点点，这样少走几步嘛。厉害。嗯，走吧。走。我们又到了，走过去。今天是早上，哦，最近这几天天天都是早上，嗯，早上不好招人，大家都不愿意煮东西，然后呢起来早。看，你不用你看，好，我们又到了。今天后厨的人没到，是吧哈？嗯。我们还到的早一点点。我吃了那个药之后，我好很多。哇，拿了一个单子，一杯茶，这个是原味奶茶，然后里面加的东西很多，加了珍珠跟椰果。这是我们煮的第二锅红茶，对吧哈？嗯。然后这个时间点我要走了。对。这个是珍珠，现在在煮，煮要30分钟，焖30分钟。哎呀，外面来人了。嗯，你去看一下。嗯。像茶已经煮的差不多了，就珍珠。最费时最烦人对吧哈，每天早上珍珠的时间是最长的。哦，现在呢我就跟陈真俩准备就是弄点吃的喝，不然弄点吃的喝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想跟自己弄杯咖啡。陈真在干嘛呀？陈真，你的商标都出来了，这衣服之前那么好看，洗了几次，烘干机一烘就是起毛了。哦，我们俩刚吃完早餐。哦，我们早上吃了粉没有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后面聊天聊忘记了，对吧？你看一下外面的风，今天温度不高也不低，穿短袖还可以。你看外面的街景，外面那个树上的叶子都快掉光了。好了，我要到后厨去煮东西了。嗯，这又有歌呀。在说什么？是茶重是吧？啊，看你妹回来帮我呀，结果大家都不帮我，那我就只有自己提出来，对不对？
听到我在叫吗？听到了。你去干嘛？我现在准备去煮一下仙草。啊。早上把东西给补齐，补齐了之后我就要走。这是已经烧开了的水，我刚把火给关掉了。然后呢，我就用这一点点水，然后呢熬一份仙草汁。然后现在呢，倒入了那个仙草汁，然后在里面让它煮开。我现在去摇一下淀粉，看到没有？它已经烧开了，我刚刚把勾芡粉给弄进去了。然后现在呢，就这样子搅拌一下，一直搅拌，就让它们俩完美的融合在一起。这一个是陈皮鸡。这会儿的时候，奶茶店里面有人送货过来，然后送货的人说我跟陈真俩一看就是姐妹，说我们长得很像，然后呢还有就说我们俩长得很高，其实我跟陈真俩身高呢还可以，不算高也不算矮，刚刚好吧，对于一个女生来说，因为现在的女孩子都长得太高了，我们店经常有顾客来这个地方买东西，估计有一个1.74米啊或者1.76米，好多就是这种身高的女生。像我跟晨晨这个身高的话就不算矮，但是呢你说高的话跟1.76米比起来那肯定是差远。今天呢我在奶茶店的待的时间呢并不算长，就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因为我在网上选了几个学校，就是去学一下兴趣，因为我喜欢跳舞嘛，然后现在的话想把生活重新调整一下，做一些自己喜欢的，就是把时间给分配出来，做一点自己，培养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然后呢让自己生活丰富一点点的同时呢，主要是减少自己找对象这个压力。因为机器上到处都是铁嘛。我们风还有点大，风有点大，我看那叶子全都是可以吹掉了。嗯。我就怕。嗯。打扮了一下，吃了喝了。嗯。从后门走。嗯。拜拜。今天奶茶店结束了，今天屁都没做一个。嗯。啥都没做，然后呢？现在我就一个人先走，留下我的晨晨了。好，爱你。好，路上开车最。哇塞，这一路风景实在太美了。秋天，我前面我没有拍，因为我对这条路还不是很熟，然后呢不敢拿这个手机拍。这会儿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实在是忍不住了。好好看的地方都已经冒过了。